嗨，李小姐，你怎么会来这边？看风景。搞浪漫哦。好了，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不太好。啊，现在有下雨哦。对啊。现在海边都没有人，现在已经6点多了。天气很阴暗，然后凉亭那边有一个老人在怎么弄？